我来看看，这和你用的绳子有关系哦。绳子？没错，我们做个实验就知道了。我们用不同的绳子做弹弓，看看哪个弹弓可以弹得最远。皮筋弹弓，彩带弹弓，麻绳弹弓，拉一拉，看看能把小纸团弹多远。皮筋弹弓，彩带弹弓，麻绳弹弓，观察一下哪个弹弓弹得最远呢？答对了，皮筋弹弓可以弹得很远。皮筋弹弓能把小纸团弹得更远，是因为皮筋弹性大。琪琪，什么是弹性呀？一起来看看吧。皮筋有弹性，对有弹性的物品用力的时候，物品会改变形状，松手的时候它就会恢复原来的形状。我们把物品的这个特性叫做弹性。用力的时候皮筋会拉长，松手的时候会缩短，原来这就是弹性呀。没错，除了皮筋，还有很多东西也有弹性呢。还有哪些东西有弹性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。我想看看这些东西有没有弹性。铁球，弹簧，气球，海绵，麻绳，皮筋，橡皮泥，积木。一起来做实验吧，按一按看看会发生什么。海绵很快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，橡皮泥没有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弹簧恢复得快，积木没有变化哎。按一按，气球恢复得很快，铁球没有变化。拉一拉，
能拉这么远？麻绳的变化小。实验完成。呱呱，你发现了什么？皮筋、弹簧、海绵、气球，能很快变回原来的样子，弹性强。你知道吗？弹性可是我们的好帮手呢。一起来看看吧。你发现了哪些有弹性的东西呢？哈哈，弹簧木马弹弹弹，裤子腰带收收紧，嘿，蹦床跳跳跳，咦，弹力袜子拉一拉，琪琪，还有这个皮筋弹弓能把小纸团弹得很远。用弹性材料还可以做出很多有弹性的东西哦。你看这个弹簧玩具摇摇晃晃，真好玩。小朋友，平时玩的皮球也有弹性，装上橡皮筋的玩具可以把箭射得很远。有弹性的橡皮筋可以用来绑头发。小朋友，生活中还有很多有弹性的东西哦，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找找看吧。我们用不同的绳子做弹弓，看看哪个弹弓可以弹得最远。可是我们的